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冉成。喜欢这个替身解说系列的观众们，麻烦多多三连支持一下 UP 吧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《JOJO的奇妙冒险不灭钻石》之中胖重的替身收成者了。这个替身的名称 Harvestor 是取自于加拿大歌手尼尔·帕西瓦尔扬的同名歌曲和专辑。这个替身啊是更为罕见的复数型替身，其每一个基本外形呢都只比鸡蛋稍微大上些许，整体呈现金紫两色相互排列的条纹，具有两只腿部和四只手部，每只手又有三根指头用于抓握，外层覆盖有外壳，但头顶却并未在防护范围内。外壳和头顶的相连处啊，可以塞入类似硬币大小的物体作为运输储藏，而额头处还有一个孔洞，在需要时可以伸出空心针管对液体的搬运进行吸取和注射。这样的单个替身，胖重一次性最多能召唤出500个左右，聚合在一起才是其替身的全部精神能量显化。而作为一个远程自动型替身，它的替身能力便是按照指令收集和运输